恭喜恭喜恭喜啊！喜轿，这……哎呦喂，天哪，这也太可怜了吧！这次终于能嫁出去了，夫妻对拜。 一切顺利，喝完这杯交杯酒，我就能正式嫁出去了，有点小激动啊！小姐，可以哭了。就是他。 一个月克死三个男人，天生的克夫命，是不是要？不许你说，小小姐，你们敢使？天生扫把星，你都克死好几个，别走，回来，别跑啊！找到能救我儿子的人了，正是，此女乃纯阴命格，是天煞孤星之命。太好了，本宫这就下旨。不行。 我绝不能让他们小看我，我爹这么有钱，我就不相信他们不想娶我。那边怎么那么多人？我去看看。写什么呀？这也太大手笔了！把老婆给休了！我要皇爷，我要把老婆休了！你干嘛？干什么呢你？ 10万两黄金呢，老婆，可能去啊！知道长啥样了？哎，一会儿出来就知道了。哎，不是你们喜在，你急啥呀？你不是结婚了吗？休了，刚休的。出来呀，出来，快出来，出来呀！给爷笑一个，快出来呀！ 出来了，哎，你出来了！哇，好漂亮啊！哇，真漂亮！美女，我爱你！哎呦我去！姐妹们，给我上！哎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怎么这么几个货啊？怪我呀！顾世英在满城的金银才俊吗？周金上可没写苏小慈啊！我不管，今天只要是活的，都得给我参加！哎。 回来，快跑啊！他下来了，跑啊！今天的这场比试就一道题，算出这道题的就可以成为我的夫君，1+1=几？ 1+1=几？等于几？不知道。等于几？一个都没有了。<笑>让你笑，都给我滚！别让我滚！ 有缘人，送你一句话：你想要的会得到的，但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。喂，爹，我今天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人。 爹，你出什么事了？皇上赐婚，让你嫁给燕王。我把自己嫁出去了。燕王得了离婚症，什么都不重要。可能没法起来跟你拜堂。不拜堂不重要。
阎王是个死人。哎呀，不就一个死人吗？不就……你还愿意嫁吗？前世嫁一个死一个，现在可倒好，嫁给了一个死人。不过还行，所谓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我现在好歹也算是有丈夫的人了。嗨，夫君，昨晚睡得怎么样啊？哎呀，不要摸人家的腰了，人家第一次和陌生的男人睡在一张床上，好讨厌呢，臭流氓，当然不习惯了。夫君，你看我今天做的这身新衣裳美吗？夫君，今天太阳多好啊，他们都说了晒太阳还能补钙。哼，你应该说娘子穿什么都美，这也太美味了吧，我都羡慕我有这么一双巧手。哎呀，他怎么把死人推出门了？说什么呢？夫君，你别生气啊。你看，我今天化了一个美美的妆，我漂不漂亮？漂亮。我的嘴唇性不性感？性感。那我的眼睛大不大呢？大大大。谁？出来。谁？出来！你是谁啊？我是保护王爷的。就你这小身板儿，还保护我家夫君呢？我有帮手。说吧，姓甚名谁，家住何方，父母是否有二胎，家里是学区房还是远郊，马匹是一次性付清还是分期付款啊？奴才姓毛名豆，是王爷昏迷前贴身养狗的，他叫黄豆，王爷生前最爱黄豆，黄豆思爹心切，奴才就带黄豆来见见王爷。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什么不该听的话？奴才从未听过。我美吗？我的唇好看吗？哎呀，你碰到人家的腰了之类的话。毛豆黄豆是吧？我记住你俩了。王妃，卦象显示今日大凶，不宜搬动王爷出府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走拒绝迷信风格。愣着干嘛？过来帮我洗退。快！哎，不帮我自己来。走起。王爷天天待在王府快闷死我了，就应该多出去转转。他们都不想让我带你出去，以后我就天天带你出去，你要乖乖听话啊。哇，这里好美啊。哎，你看，以后不管是节日还是我们的纪念日，我都要带你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你没事吧？你应该没事啊，走，回家。毛豆，毛豆，你快来啊！我抱不动王爷。夫君，都是我不好，把你不小心摔伤了。我不哭，你也别哭啊。国师唤本宫过来，可是有浩儿的好消息了？过观天下，燕王
恐怕就要醒了。没想到浩儿娶的那女子竟然真的有用。嗯，你活过来了。你是谁？为何在本王的寝宫？夫君，不要说话。毛道，有人擅闯本王寝宫。王爷，他是谁？他是您娶进门的王妃啊。他是谁？他是您娶进门的王妃啊。既然你嫁给本王已成事实，那以后本王定会好好保护你，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所以今后你要对他好一点，尽量不要忤逆他。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做夫妻。那做什么呀？做兄弟。嗯，好，那就做兄弟。死里边玩去。这不是那克夫的苏家大小姐吗？听说嫁了四次，旁边的是她第四任丈夫。不一定第四人早死了。肯定死了。就是。不行，从今日起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俩的关系。为什么？本王堂堂一个王爷出来体察民情，要是让大家知道我拖家带口的，传出去大家会笑话的。你看看啊。哦，那也是的，我不能给王爷扯后腿。对，从今日起你做本王的丫鬟吧。嗯，好，一切都顺着王爷。何人？属下有眼不识泰山，原来是东莲姑娘。王爷呢？别动，站好了啊。好了没？哎，快了快了快了。快点。哎呀，马上好啊。拿给我看看。啊，这什么呀？这么丑，粗鲁泼妇！我要休了你，我要再娶一个貌美如花、温柔善良的女子。你最好现在就休了我，去找你的心上人去，你的未婚妻。玉儿，不要，不要离开我，玉儿，你就是我母妃给我娶个冲喜的丑丫头，跟玉儿相比，连提鞋都不配，出来都不告诉我一声，我以后都不用你管，什么意思啊？休书我已经帮你写好了，你就签字盖章吧。我告诉你，我那天说的话就是真心的。行，我现在就写。你写啊，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。哥哥，写什么呢？玉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太想你了，就回来见你了。他是谁啊？哦，他是本王的丫鬟。我是王爷的丫鬟苏小慈。
布了，卖布了，快来看看我这布啊。王爷，你看那有卖布的。本王该置办一身衣服了，去吧。好，来姑娘，看一下看一下。女人就是麻烦，一路上就知道买买买。看来今晚的春风楼是去不了喽。王爷，咱们可以把它扔在这儿，自己找乐子去。我想要给我们王爷来一件。王爷嘛，那这一件吧，这件可以的，是好料子啊。王爷，人呢？哎，小姑娘，你还要不要？我王爷丢了。你说的好玩的地方，就这儿啊？听说他们这儿搞了个新花样，一局压输赢，一局定生死。这个刺激啊！走，去瞧瞧。公子，你可欠我们不少了。你确定要开吗？王爷，一把就回本。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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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公子，结账吧。是啊，公子不会没钱了吧？那你听我讲啊。什么意思呀？也不在这儿啊，他能去哪儿呢？你确定燕王入套了？绝对的，燕王人数失马，现在连先皇御赐的温泉皇装都压上了，我看他一定会输得倾家荡产。你看着点，务必让燕王输得更多。是。不，王爷动心过了。你确定燕王入套了？绝对的，燕王人数失马，现在连先皇御赐的温泉皇装都压上了，我看他一定会输得倾家荡产。你看着点，务必让燕王输得更多。是。不，王爷动圈套了。客夫你来了，客夫你来了，快跑。追呀、啊、追追呀、啊、站住站住站住。十万两白银，御赐的皇装都没了，你个不孝子。没想到浩儿娶的那女子竟然真的有用。娘娘不要太过高兴，太阳心中尚有黑光环绕，燕王还没有完全好转。你俩干嘛呢？继续啊。没吃饭呢，用力。活该。王妃，我们王爷平时挺聪明的，只不过是生病了。你干嘛？我不用你管。谁管你了？你罚你的，我擦我的。你起来，我够不到了。
脸上面一点。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等会儿再买点给王爷。嗯。小偷，快把我的钱袋还回来！你谁啊？我不认识你的钱袋。刚才就是你撞了我一下，我的钱袋就跑到你手里了。这是我的钱袋。大家快来看啊，这里有个小偷。小偷，快把我的钱袋还回来。你谁啊？我不认识你的钱袋。刚才就是你撞了我一下，我的钱袋就跑到你手里了。这是我的钱袋。大家快来看啊，这里有个小偷。长得这么好看，怎么会是小偷啊？这个女的怎么是小偷啊？刚才本公子已经看到了，是你偷了别人的钱袋。你的钱袋里是不是有100两银子？是。我的这钱袋里呢，只有10两银子。你这贪财的恶妇，我只是随便说了数字你就硬，这分明就是在讹人呢。这就是我的钱袋，光天化日你们人多欺负我一个人。家父今朝福雨，如果你想把事情闹大，我随时奉陪。不过我现在奉劝你还是赶紧离开，这个姑娘我帮定了。就是他，小偷。这真的是。走走走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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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好今日有陈公子，我该怎么感谢你好呢？不如请我吃个饭吧。好呀，走吧。这往日里把苏小子给扔了，他都会在门口乖乖等我回来。今天找遍了整个王府，他人去哪儿了？王妃现在还没回府。王爷，最近京城不太太平，已经发生多起杀人案件。那还不快去找。是。这小子是不是有病啊？王爷，去哪儿了？用不着你管。王爷，我在酒楼找到的他，而且还跟一男子大吃大喝，勾肩搭背，貌似这男子好像是姓陈。好你个苏小子啊！本王找你找得翻天覆地，却和奸夫去卿卿我我。哎，你会不会说话？人家陈公子是好人，什么叫奸夫啊？哦，他是好人，我是坏人是吧？这句说对了，你就是个坏人。走。你说说，他是不是有病？王爷，你先别生气，你不是一直想把这个包袱给甩掉吗？这不机会来了。你看啊，这个地方多适合踏青是吧？嗯。哎呦，我肚子。怎么了？哎呦好痛啊。哎呦好痛啊。那怎么办？你看啊，这个地方多适合踏青是吧？嗯。哎呦，我肚子。怎么了？哎呦好痛啊。哎呦好痛啊。那怎么办？我要上茅房。你在这儿等我啊。行，那你去吧。我在这儿等你。一定要等我啊。嗯。哎呦。你慢点。苏姑娘。陈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苏小姐叫我来的吗？我哎，李姓怎么样？王爷你放心，一切都按照计划中行事，孤男寡女，荒山野林，再来几个土匪，英雄救美，到那时候啊，干柴烈火。听说呀，
这最近一代的山贼只求色不求财，弄得现在女子都不敢出门了，谁碰见谁倒霉。哎，你找那几个人靠谱吗？绝对靠谱。哎呀，那就是不靠谱了。哎，王爷，哎，旋风寨，不好了！你送这个姓陈的先回去，我去找那个傻丫头。好。我再问你一遍，阎王怎么突然醒了？都说了一万遍了，我不知道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住手！放了他，本王饶你一条狗命。吓唬谁呢？都闭嘴！我问你正事，你是不是故意欺骗我，把我和陈公子凑到一起？是又怎么样？你不知好歹，我要休了你！这世上哪有女人休男人的？我就休你！我现在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是我夫君了，赶紧滚！哼，我也宣布，我又把你娶回来了，你还是我的娘子。你说话不好使。你说话才不好使。你不好使。你不好使。你不好使。停。你闭嘴。我也宣布，我又把你娶回来了，你还是我的娘子。你说话不好使。你说话才不好使。你不好使。你不好使。你不好使。停。你闭嘴。嘿。嘿。对。王爷，我来救你了。本王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你居然还睡得着？哼，苏小慈啊，苏小慈，你看看你长得肥头大耳，还有双下巴，鼻梁那么低，颧骨那么高。夫君。啊？你叫我什么？夫君。其实吧，有时候你还挺可爱的。我要喝水。来了，快点儿。我要吃水果。吃水果。那，算了吧，要不去给我做饭吧。做饭。好，不对啊，我现在在家里，不用装作你丫鬟了呀。明明以前对我还挺客气的，现在怎么干啥都使唤我呀？夫君，你看我今天做的这身新衣裳，美吗？该说娘子穿什么都美，多符合我的气质。王妃，
您这脑袋是多久没用了？我们王爷这是爱上你了。爱上我？那就每天欺负我呀。根据奴才多年看话本的经验，确实如此。怀疑。明明以前对我还挺客气的，现在怎么干啥都使唤我呀？王妃，您这脑袋是多久没用了？我们王爷这是爱上你了。爱上我？那就每天欺负我呀。根据奴才多年看话本的经验，确实如此。怀疑。你这都什么味儿啊？黄豆，我们出去玩啊，走。王妃，是黄豆拉了。哎，王爷都烧了两天还不退，估计不是病，是毒。那城西有家卖烧饼的吴老汉，他擅长解毒，那他金盆洗手多年了，不一定会救人。我去求他。我求求你，救救我夫君吧，我什么都可以做，我求求你了，救救我夫君吧。你不知道，我真的好喜欢他呀。夫君，我特地为你熬了一碗八宝粥，尝尝。你不喜欢啊？哎，那好吧，只能我自己慢慢享用了。我都羡慕我有这么一双巧手。他每日跟我斗嘴，跟我吵架，我都好开心，我觉得我被需要了，我不再是人人避之不及的可妇女。我求求你了，救救他好不好？救救他吧，求求你了。是我无能，实在没法解除此毒啊。哎，谢谢啊。大夫怎么说？哎，是蛊毒。蛊毒？什么毒？王爷身体里中的是南诏国特有的蛊虫，平时没什么动静，一旦宿主受伤，他就会在王爷的身体里来回捣乱。那怎么办？这毒怎么解？只能找到给王爷下毒的南诏人。不过这蛊虫有异动，他的饲养者应该马上就会现身了。何人？属下有眼不识泰山，原来是东陵姑娘。王爷呢？别动，站好了啊。好了没？哎，快了快了快了。哎，快点。哎呀，马上好啊。拿给我看看。这么丑，粗鲁泼妇，我要休了你，我要再娶一个貌美如花温柔善良的女子。你最好现在就休了我，去找你的心上人去，你的未婚妻。月儿，不要不要离开我。月儿，你就是我母妃给我娶个冲喜的丑丫头。
跟玉儿相比，连提鞋都不配。出来都不告诉我一声。我以后都不用你管。什么意思啊？休书我已经帮你写好了，你就签字盖章吧。我告诉你，我那天说的话就是真心的。行，我现在就写。你写啊，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。浩哥哥，写什么呢？玉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太想你了，就回来见你了。他是谁啊？哦，他是本王的丫鬟，我是王爷的丫鬟苏小慈。我是东陵玉，也是燕王府未来的王妃。你还杵在这儿干什么？我在找扇子。扇子呢？找到了吗？没。这不在这里吗？扇子我找到了，我先走了。世界最是冰冷无情，花红阴迷，荒落难寻。众人机关算尽，终于做好了，我都羡慕我这双巧手啊。你爹娶了我呀，就是他八辈子的福气。还是娘好是吧，看你这爹天天睡觉。好，娘现在给你换上。漂亮，夫君，我都羡慕你有这么好的媳妇儿，是吧？来，亲娘一个。夫君，你看今天太阳多好啊！他们都说了，晒太阳还能补钙。你今天晒晒太阳啊！把死人推出门了，说什么呢？夫君，别当回事啊！那几个小丫头骗子，你别生气了。夫君，咱不理他们。哎呀，怎么还下雨了呢？不过还挺浪漫的。哎，不行，这雨太有点大。燕王应该很快就可以彻底苏醒过来。我都想好了，和一个死人过一辈子，没想到还挺幸运。那不一定，燕王留有后遗症，接下来还不知道是祸还是福。那他为什么这样？燕王血脉神奇，肩上担负着我大周和南少国的神奇使命，身体自然是承受不住的。这世道最是残酷凄清，过眼烟雨。王妃，马上就不是王妃了。要不是我嫁给王爷，王爷现在和东陵玉就应该和和美美在一起。我不能再错下去了，我要把王爷还给东陵姑娘，这样大家就开心了。那你开心吗？开心啊，成人之美有什么不开心的？王妃为什么不亲自问问王爷呢？不用了，
王爷巴不得甩了我这颗牛皮糖。王妃为什么不亲自问问王爷呢？不用了，王爷巴不得甩了我这颗牛皮糖。浩哥哥，本王最近胃口不好，只喝白粥。没想到三年不见，浩哥哥的口味都变了。小慈，快过来跟我们一起坐。不了，我只是个下人，我在一旁伺候就好。什么下人不下人的呀，燕王府可没有这个规矩。我还得感谢你帮我照顾浩哥哥这个挑食鬼呢。我待会儿还要向你请教浩哥哥最近的口味呢。好啊。王爷，该做个选择了。我昏迷了那么久，我还以为他不会回来了。浩哥哥以前都是无肉不欢，他从来不是这么清淡。你们都是怎么照顾王爷的？所以你之前离开王爷去南诏，是想给他拿救命的丹药？是啊。浩哥哥患有离魂症，时不时头痛，陷入沉睡，看着他难受，我也很心痛，所以一心只想找到治疗的方法。药拿到了吗？药是拿到了，不过浩哥哥和我生疏了不少，真不知道是福还是祸。对了，我准备搬出燕王府。为何？我爹想我了，让我搬回家。尽孝道，我也不拦你，以后多回燕府走走。好。我们都回不去了。浩哥哥，我们之间七年的感情，难道还比不过那个凭空出现只相处半年的苏小慈吗？感情这个东西谁都说不准，是我对不住你。感情这个东西谁都说不准，是我对不住你。黄豆，母亲最后一次抱你了，母亲舍不得你，这也是没有办法。你看，娘亲给你买了这么多件小衣裳，娘亲其实给你买了很多布，就只做了这一件。娘亲还有很多的衣裳还没给你做呢。以后你在家里要乖乖的听你爹的话，不能惹你爹生气，知道吗？娘亲舍不得你。算你识相。不好了，王爷，王妃搬走了。什么？这娘们儿平日里爱我爱得要死要活的，我以为她只是客气一下，真搬走了？还是陈公子帮她搬的家？不回苏家，又跟姓陈的扯到一块去了。而且，她还住陈公子的别院。
什么？反了你！休书还没给，就给我扣了这么大一个绿帽子。走，锁我捉奸去。谢谢你啊，陈公子。我没脸回家，也没有朋友，要没你收留，我都不知道去哪儿。小事一桩，出来游玩一下，调整一下心情。嗯，真是有缘呐，竟然在我手里栽倒两次。你什么目的？抓你。压下去。知不知道刚刚有多危险？要不是本王及时赶到，啊，怎么出来都不告诉我一声？我以后都不用你管。什么意思啊？休书我已经帮你写好了，你就签字盖章吧。本宫很感谢你把浩儿从活死人的状态中唤醒，但是浩儿更适合和东灵玉成亲，这是国师按照他们的命格算出来的命运。如果没有如果，如果东灵玉不嫁过来，浩儿还会变成活死人的。这是国师按照他们的命格算出来的命运。如果没有如果，如果东灵玉不嫁过来，浩儿还会变成活死人的，不知道还能不能醒过来。那好，我知道了。我会休你，不过不是现在，我要等你老了，满脸的皱纹，牙也掉光了，没人要了，我再把你休掉。哎，我还不仅休了你，休了你之后，我再娶个年轻貌美的新王妃，服侍在我左右。哼，完美。你无耻！你说，你到底什么目的？旋风寨的密室。王爷，此人招供如此干脆利落，不会有诈吧？这不是毒药。南疆蛊毒。这个人被蛊毒附身，说完必要的信息就不会留下活口，真是好很多。那王爷，咱们去不去？当然要去。他如此费尽心机，大张旗鼓地吸引我们，我当然如他们所愿。我若是不去，他们是不会放过这丫头的。是你，你究竟是什么目的？我得不到的，宁愿毁掉。你我无怨无仇，为何要置我于死地？浩哥哥，你是执掌兵符的燕王，对我用处很大。你想通过我吞并大周？好个狼子野心！骂吧，反正这是你最后清醒的时刻。什么意思？王妃，怎么了？王妃，王爷有危险，快，他在旋风寨。众将士，听令。
夫君，夫君，你还是这么蠢，居然敢一个人来送死。对啊，我就是来和我丈夫死在一起，又怎么样？我得不到的，谁也别想得到。想死在一块儿啊？做梦！我不仅不会让你们死在一起，我还要让你亲眼看见你的爱人是如何杀死你的。夫君，夫君，我是想死，夫君。小子，夫君你醒了，夫君，王爷，叫我来何事啊？王妃，就寝呢？就寝？窗户外面还是白天呢。嗯。哎。嗯，还不快过来！王爷，我还是打地铺吧。你见过哪家夫妻是分床睡的？王爷，你这不是伤没好吗？再说了，王爷之前说要跟我做兄弟，做兄弟的讲义气，床让给你，我就在地上就可以了。苏小慈，我就只数三声，你要是再不过来，家法伺候。一二，哎，好了好了，怕了你了，幼稚鬼，我来了。黄豆，以后我们也一起睡啊。